大家好，我是龙之谷亚洲杯冠军队的队长 Timeless。好，这一次我所录的视频是关于影舞者如何打天梯的视频。好，这里先介绍一下，就是我天梯的分数。不好意思啊，点到3v3呀？现在难道看不到1v1吗？那我们这里看。啊，对，今天龙之谷更新了，好像看天梯的地方不是在这里看了。好，这里可以看到我的分数是2415，位居天梯排行榜是第二名。其实本来一直是第一名的，后来掉下去了。这个不过不要紧，以后有的是机会冲第一。好了。我的介绍就先到这里，下面就是我实战的视频，看一下这次对手会是谁？球给力，球给力啊！哎呦，好像是个战神啊！哎呦，我开 buff 你就打我啊？真是的！哎，一二三，有击，要再有击，我行了，你说，风飞腿，不断，阿雷，多星踢，风舞，再双飞，哎，浮空又被拖了，好了，还被我连到死了，咦，没有用的，不要，哎，哎呦。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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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救命啊！好，哎，走，干什么？台风舞啊？看看我是谁啊？啊？杀！哎呦，太刚了太刚了！卖萌老是卖失败啊？哎，让你屁股后面！哎呦！翻滚，好，哦，地上，哎，他又要开八体了，哎呦，真是的，好，哎，跳一下，好的，多的，怒射舞剑，哎嘿嘿，射死了，球再给力，哎呦，是个贤者，名字叫什么我就不说了，高旗。个雷神，怒追，哎，浮空，再拉回，哎呦，霸体，晕，给力，可以连招了，果断，我选完，第一射，好样，连招，哎，一二三，右击，飓风舞，好，他差不多要浮空了。再破破，给力，好狙！哎呀，为什么？奇迹，哈哈哈！这个其实打这个雷神啊，说难不难，说简单也不太简单吧。你就是差不多，你这样子，你就一开始抓的要狠，你抓到他。然后就是连差不多一套时间，你就差不多要算他浮空，这个浮空下来你再去抓他，不，浮空刚下来再被你抓到的话，这个家伙就是妥妥的肯定被你杀掉了，好吧？打雷神就是这样子，一开始你去抓，你要跟他对对眼神，你跟他这么走啊走。你看着他，他看着你，你不动，他不动，不是他不动，你不动。然后你看他一旦对你放这种感电啊，比如说闪电风暴，或者是电光剑 EX，像我刚刚就是直接按爆裂踢，先用爆裂踢扛住霸体，还能一脚把他踹晕，好吧？这个打雷神就到这里。我日，碰到个战神啊！战什么老对手了，只会跑的，真烦！哎，木抓！哎呦我操！又跑掉了。
真难搞啊！又要开 party 喽！就知道，然后又要台风了，跑！台风不怕你。不会让你卷一下，不然我怎么抓到你啊？好，来，镰刀，56、57、64连招，哎喂，怎么捆歪了？搞我了，你说？哎呀。运气是不好啊，哎呦喂，我无敌，我自豪，哎，拉回来，好，又可以连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好的 ，OK 的。其实吧，你打战神，打战神怎么跟你讲呢？反正不要去用被动狂抓他，慢慢来，抓准时机，对吧？如果你就是一直用被动，就比如说幸运锁链主动去抓，那你等你想抓的时候，你这技能没了。而且我这里可以告诉你们，就是这个幸运锁链啊，是游侠里面最耗蓝的，还有这个涡流是很耗蓝的。一盘的话，我建议你们不超过四次，看时间吧，好吧。那我们打战神就到这，我生命中的第四场开始啦。貌似是个学者，是什么职业呢？啊，哎，滚，好，哎呦，有霸体，这个就是后缀，意志后缀，勾的。还有个哎好，被动给骗掉了。我们差不多可以开先连招，飞螺旋踢，好，连招一二三，螺旋丸二连，然后等他起来还爆发再追，哎，好，再用这一招抓，哎呦喂，哎呀，想不到他看都不看我啊，直接一个屁股的跑啊，慢慢来，慢慢来啊，失去一次机会了，好，好，连招，有兄弟，我从不怕兄弟，兄弟算什么？还不傻？哎呦，朋友你快死啊！给点面子啊！吼吼，霸气！如果就是你这个影武者打这个学者的话，老样子，其实说白了，你这个影武者不要主动用被动去抓人，你就慢慢走过去，慢慢提射，对吧？然后差不多连到一定程度，人家浮空快好了，你就让他浮空，你开个爆发，然后再去抓他。然后这里就是这个迷幻行星，就是游侠的迷幻行星，特别好抓学者。学者的大家都知道，学者被打到硬直，他会有个被动，就是被动晕。它是这个被动晕是断不掉你的迷幻行星的。哎呦喂，不好意思啊，吃太撑了。你的迷幻行星就是抓学者非常好的一个技能。平时的话就是稍微要注意它的被动晕，可以看到就是前面为了骗它被动晕，我的技能就是放上去它硬直了，我就转一个镜头，好吧。这里的话再说一下，就是学者的召唤物不要怕，只要你不要站桩，好吧。
OK， 就这样。好的，这是我生命第五场。哎，好像还是学者吗？不是，好像的确是哟。哎，被动，好，骗掉了。哎，脚不够长，但是我绳子长，翻滚。好，哎，朋友，想放机器人有没有问过我啊？我是玄幻金色捆绑，有大招了啊！用大招抓人了，我就不信听不到你。哎呦喂！稍微等等啊。OK， 继续。哎，飓风！哎呦喂，真是的，多扫兴啊！哎，哎呦喂！监狱，吸回来，嘿嘿，所以说有时候这个文章技能还是挺好用的啊。哎呀，这个学者嘛，我刚刚说的很简单，关键就是你要抓得稳，你要用主动技能去抓，然后被动技能再去抓，就是这个主次先后顺序，懂我意思吧？就是还是我刚刚，还是我以前说的，不要先拿被动去抓人，慢慢走过去，慢慢对他用提舍，对吧？好，打学者说的也差不多了，再说没意义。OK， 就这样。我生命中的第几盘？忘了，第六盘。这冰凌啊 ，Lucian Fry 对我说了一句：“哎，要冰刃了啊！”哎呦，冰刃，好，哎呀，倒霉啊，哎，哎，好，哎，好的，呀呀呀呀呀呀呀，哎哎哎，不开，让我想想啊，怎么打？哎，完了！哎，哎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冰了我2万。来，给你卖肉。尝尝我的神技。好，连招。哎。1 2 3右击捆绑，你还不死？好的，打冰凌这里我要说一下啊，千万不要中冰霜，千万不要中冰霜，冰霜不结冰的时候23000一下，结冰的时候33000一下。好，然后再讲一下，就是冰凌的冰盒要稍微算一下，不过也没关系，就算你中了冰盒，可以看到我前面中了冰盒，只要你摇得够快 ADAD， 这里我就讲一下这个 ADAD 的技巧啊，你宁可按得慢也不要乱按，它是这样子算的，你 A 跟 D 各按一次，它这才算你有效值。我记得有些人就喜欢 AD 一直这么两只手一直庆，这些都是不算的，就是算无效值。就算你按得慢一点，你的顺序一定要正确。可以看到我刚刚被冰河住，我马上摇开来，然后直接卖肉丢个飓风舞，他在放火鸟，因为火鸟的这个站桩时间长，对吧？这样一个卖肉精神啊，黄盖，请鞭挞我吧。OK， 就这样。